其实。不要再让我流泪了，我很难过，你知道吗？妈都问我说，你到底要不要结婚啊？是不是变 gay 啊？变 gay 啊？45岁就是精子活动性还好。我吃人参长大，我种马。绿茶吃人参长大，自豪种马。乌龙介绍露西派38岁新欢道歉献歌。这边还蛮适合，年轻朋友约会的这样。有时候这边可以看火花什么之类的，烟火。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露西派前阵子被爆出有了38岁新欢，案发地点呢就在绿茶开的德鲁纳炸鸡店。绿茶还被指称是媒人，但这后来根本是乌龙一场。他们在那边碰到我。我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，就是朋友啊，就点头之交，或大家就认识这样子，总会被谁这样子写成这样子，我就觉得很好笑哎。他看到宪哥那个新闻，他写什么？他可能就是一个快线马的吧。那宪哥有来关心吗？听说他很凶。我气疯了，38岁你要让？我没有做爸爸。我看到那个新闻，我马上回电说，老板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宪哥没什么啊，就笑笑啊。跟他认错。我电错，不应该开到大道城。但是嘞，绿茶去年7月开的大道城分店才是客源最多的聚宝盆，现在每月平均营业额有80万。东区的分店也回本了，光是开业前半年就赚近600万。餐饮大亨接下来还打算在关渡开第三家店哦。我们这每次的营业额每一个礼拜都有时候会第一名，一个礼拜20几万吧。你要谢谢你的女性朋友。哦，露西派，知道的。露西派。没有啦，因为他的音乐真的很棒。这里应该也是没发霉的。没有啦，这边哪有？这边不是我的地盘。就像是这边有一桌女生朋友，我就过去说，哎，要不要吃我们的炸鸡？其他人看到不敢过去讲话，就会说，绿茶有在把妹。其实我也没在把妹啊。如果真的这样子乱把妹的话，我的名声应该臭到乱七八糟了吧？你都已经快50了。什么啦？才45，干嘛说50？你看朱女友都求婚。我知道，我们为他开心的。是看到那个阿啾的 IG， 他说 You jump, I jump， 你有看到吗？我说有事吧，也太浪漫了吧。你现在房子有了，你就差一个朋友了。好，随便你怎么说了。现在没有了，但是两年多了吧，就是。不要再让我流泪了，我很难过，你知道吗？我工作还是要赶快先稳定啊。这么对我没信心吗？所以你有想要结婚？有啊，我当然想。我妈都问我说：“你到底要不要结婚啊？”是不是变 gay 啊？变 gay 啊？我说你有，我说妈，你不要乱想。没有。我说我妈都担心到她睡不着觉了。35岁就是精子。什么精子活动力？我吃人参长大，我种马哎，真的啊，没有碰到，unbelievable。